前，张萌和男友小五金恩盛亮相北京机场，两人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都是情侣装，青青草绿色毛衣搭配白色裤子和卡其色球鞋，造型非常养眼。张萌见到粉丝亲切打招呼，还在镜头前大方牵手，摸了摸小五的脸，一起比心秀恩爱，简直甜得齁。不得不说，两人现身机场的造型太时尚，草绿色毛衣显白又清新时尚，搭配上白色的宽松裤子，简单舒适，全身的情侣款是令人羡慕的爱情，实在好酸。走路的时候，他们全程十指紧扣，偶尔看向彼此，聊天说笑，甜蜜的笑意在彼此脸上浓得化不开。虽然这些生活小细节只是冰山一角而已，但是也能看得出张萌和金恩盛之间是那么的甜蜜，他们这种状态真的很令人羡慕。两人面对拍摄的镜头也是非常大度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暴击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